新春专案就是主要在暑假期间，为了保护青少年，让他有一个优质的成长环境啊。在新春专案期间呢、我们希望所有这些少年啊，要遵守相关的规定，自己啊本身不要被害，那也不要成为加害。那不要被害呢，就是啊，不要这些来诈骗的啦，还有出入不当的场所啦，这些我们要避免。那加害呢，也不要让这些不法分子把你招去啊，来加害相关的同学。所以我们会针对一些可能限制级的电子游艺场所啊、钓虾场、KTV 这一类的场所去做一个临检的勤务这样子，然后看有没有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有一些违法不正当的行为啊，可能像坐台陪酒这一类的。掌握市政三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三分钟，我是林怡婷。暑假即将结束，不过你知道吗？在暑假为要保护青少年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结合市府各局处，规划了2000多场体能、休闲及知识学习等活动，陪伴青少年度过暑假时光。然而，青春专案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是青少年的夜间安全。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少年队的努力侦查临检下，学生涉毒案件台南市6都最低，且有逐年减少的趋势哦。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警察局少年队蔡队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蔡宗宪。在这里提出对于青少年毒品的教育及宣导。台南市政府为了营造优质的青少年暑期的成长环境，统合各局处，针对这个特种营业场所来联合稽查，主要是防治青少年在暑期打工参加不良的组织或者是帮派，针对这个样子的一个环境来展开联合稽查，对于青少年这个毒品的宣导，五不原则，第一是直接拒绝，第二是远离现场，第三是自我解嘲，第四这个转移话题，第五这个劝导，这个五个部分呢是对我们青少年远离毒品的最佳的方法，希望这个各位同学都有一个很快乐的暑假。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君哥，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天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台南后壁商圈、咸水商圈、甲新台商圈共同推行微笑商圈行销活动，伫二十日正式上路。市长黄伟哲表示，用微笑作为商圈的主轴，目的就是要用微笑疗愈疫情所造的影响。活动除了规划满页抽奖送电动机车以外，微笑商圈搁以台南在地特色食材开发出微笑的餐点，让消费者食了满意。也希望可以照顾台南在地农民和店家，创造消费者、商圈和农民的多元局面。货币商圈、盐水商圈还有长照商圈三个商圈联合配合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一个活动，能够把商圈的活动给推广。大家知道货币盐水本来就是大兴营区里面两个非常重要而且相互连结的一个共同生活圈，那配合长照商圈从消费地跟生产地能够做一个最好的组合。那我们知道这个商圈的活动的推动是近期来台南市政府努力在推广的一个活动，主要是结合许多商圈内的店家，大家可以一起把这个商圈的活动给活化让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尤其现在国旅当道，在防疫健康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国外的观光客那为了要做好防疫，我们暂时不开放国境但是对于国旅事实上是相当畅旺的，我们相当有信心再把整个的活动推到另外一个高峰。那配合商圈的活动，许多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大家可以做一个结合跟连结。截至8月19日为止，台南三米更登陆抽奖金额已经突破12亿，有可能在后个月就超过20亿。若是有超过，但是政府表示会阁加码抽一间厝。民众不妨趁着这波大好康，规划一场微笑商圈的行程，不但会当食美食，
有可能会当抽到机车甲新厝。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鹦鹉全台上大耕地，是台湾重要米仓。市府农业局每当办理彩绘稻仔田的活动，借此带动台南的观光和台南好米的销售。今年再度来到台南上大稻米产地，后壁区举办彩绘稻型设计，以“拦下你的人，盗走你的心”为主轴，希望用美丽稻仔田彩绘吸引更多国人的目光。农田的彩绘，其实在近几年来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利用我们稻田不同的作物、不同的配色，能够造成各式各样的图案。其实从空中鸟瞰起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当然，这又第一个又对环境友善，第二个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第三又可以造成形成一个观光资源。所以呢，我们很感谢后壁农会能够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稻田彩绘活动未来还是会持续的推动下去，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可以一起来体会农村乐，体会稻田彩绘。2020台南好米季活动预计在今年10月初登场，活动日期刚好搭配着中秋连假以及国庆烟火在台南，相信一定会创造出台南好米的销售价值。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由市府文化局甲影响新剧场剧团共同合作，16岁正青春的艺术节，在文化部甲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支持下，今年进入第6冬，每年吸引50名的高中生投入青少年剧团的创作。今年以出脱为主题，表示出脱甲成就，预计2024年。台南建成400栋，艺术节将培育500名的青少年剧团的成员。今年已经是迈入了第6届的所谓的少年剧场，那非常感谢吕老师这6年来非常投入的来指导我们这些青少年朋友们，透过戏剧的办戏的这个过程，然后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16岁。那目前我们这个活动也获得教育部、文化部非常大的肯定跟支持，透过戏剧的方式，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体验。合作单位影响新剧场的剧团导演吕艺新表示，今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学员对3月份开始就走出剧场，在户外空间来进行培训，因此今年的青少年剧团演出会用的讲是世界独一无二。今年开始，我们有一个实习生的计划，就是因为我们的这样子做的这个青少年的剧场，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一个制造青少年剧场的一个模范，所以很多的人都很想来取经，来看看这个是做什么。所以今年开始，我们有实习计划，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周边的这些活动当中，大概有10名左右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实习生来开始在参与所有的活动。那其中也有很多我们过去第一届的成员，然后再回来，然后回到我们的当中来做一个服务，然后来做一个练习。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今年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也要说，我们可能是全世界大概仅存，或是甚至是唯一还有在运作的青少年剧场。少年剧场出脱是透过口述历史的剧场形式，将各高中生的日常甲想法，对着生活的观点看法自我转变，并且透过戏剧的表演，转化成专属青少年的演出。他是鸡童，为不同的生命附身，像是迦兰尊者，也就是关公。哎呦，尊者，我最近吼，脚脚撇，肩胛头，脚尾当骨，拢会酸啦，啊是要安怎才好咧？我帮你问看麦。爱越过哦。关公老逼，拿刀骨起，停停停。安尼就好啊吼！嘿啦，豆豆啊行，有问题接过来啦！哦，好好好。阿叔，伊安尼就会使啊？大胆，啥人咧讲咧？202016岁正青春的艺术节，8月2日暗时将伫个文化中心的原生剧场来演出。2223还佫有下晡场和暗场，现场还佫有青春的刺激，
政治艺术展，欢迎民众千万唔要错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像注册三公用有线电视，为了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每一年拢会举办各种的地方活动来回馈乡亲。今年也是小台举办受到亲子欢迎的主播夏令营，让国小到高中的学生来到有线电视学习媒体制作相关的课程。二十号上午举办今年第二梯次的营队，一开始就由像注册有线电视的协理陈建春向大家介绍有线电视的背景，甲主播郭文吉记者采访的技巧。看手机大概只能一个人看吧。两个人看可能就很挤，三个人看那是不可能的，四个人看可能就要打架，所以透过机上看的话，就可以让全家人一起看。有全家人一起在看电视的情况下，姐姐有，其他还有吗？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我们小时候就是全家大家一起看电视，那这时候会怎样？看电视其实它只是一个媒介，其实在电视机前面这些人在干嘛？聊天，然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大家可以去讨论。那这个就是家庭凝聚的一个方法，这个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生活方式。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有线电视的一种设备上面的一些改变，让我们小时候可以凝聚家庭的这一种力量可以重新再出来。上午课程的重点就是实际采访的练习。透过校园的采访，了解到三位受访者，将因的资料制作成为大型的海报，并上台来报告。每一位校园拢伫课程当中耍了非常的欢喜，同时也学习到专业的知识。下午的课程就由着知名的 DJ 彤彤记得公布相关的专业。我们是第一组的，然后我们介绍的是罗启俊副理，然后他今年几岁呢？他今年五十几岁，他是55年出生的。他读什么大学？他是读世新的编辑采访系，然后高中是在善化高中。因为他是有限公司，所以他还要学台语剪辑编辑，所以层层其实都是困难，都是要学习的。哦，你上次做的客家菜包超好吃哎，我也想去学。好哦，这是客家学院秋季班有开课腌白玉萝卜和咖啡品尝，小宝喜欢听绘本玩游戏，我们一起去报名。好，那我来打报名专线09280831333，或向高雄市客家学院官网查询。公开来自熊科，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这届也对参与的学生拢是国中生加高中生，对此主办单位也针对上课的内容更加深入，希望让学生会使更加熟悉在地媒体产业的同时，也会使让有兴趣的学生更加了解到专业的知识。活动的重头戏，主播甲两样器材的体验，拢伫第二天的课程来呈现。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红红花，手头杯。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30第三公用频道。以影像经营的理念，看准英国剑桥大学的人文传统和优质的学术风格，成立加工业第二代陈俊卿选择在家己故乡台南创业。2005年，就顺利取得伊的商标，在地研发、设计、生产，正式进军百货通路。也才坦承，虽然一开始款式和材质拢需要甲英国方面有侪沟通磨合。不过，第一名坚持传统、创新设计要求，所以目前全台已经有15个百货古店。虽然两个月前受肺炎疫情的冲击，也只差别四成，不过也是挺过难关，以后将加强电商服务。这个品牌它本身在历史的定位上，就已经有它的独特性，还有
在人们心目中会一直流传下去。其次是因为它对人类的贡献，除了我们所知道的牛顿啊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之外，它一直在为人类贡献，然后在为人类寻求解答的方式。对，所以我就对这个品牌特别有想法，所以当初才会选择代理这个品牌。消费者的消费模式都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也要跟得上那个每一个消费者的脚步，把它电商把它加强，然后再积极的在电商上面曝光，在社群上面曝光，啊，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品牌，更了解它的商品。当然强调在地，所以第一个需求就是要配合高温，所以业者不断重新栽植，也开发医疗等级的抗菌除草功能，加上款式多元，民众的接受度拢真高，认为一分钱一分货。在英国剑桥那边的气候是属于比较低的，比较低冷湿冷的，那在南部，在我们台湾南部这边是比较湿热的，所以在布料上我们就要加强，除了基本上的现阶段纺织品基本的吸湿排汗之外，我们又更加强它的抗菌除臭耐用性，然后让又加上这一波疫情之后，衣服的抗病毒的抗菌的功能如果更强的话，会带给大家更多健康的环境。基础元素不只是在这个品牌的文化，还有学院风格，他们结合很多布料上面的应用跟开发。那我每次来都会发现说，他们有一些颜色啊，不只是比较流行性的，也符合说，欸，可能每一个年纪层他们在走的那一种就是比较活泼的色系，还有一些版型，衣服的版型是比较属于说，欸，他每一个课程他可以接受的程度。对，有的人喜欢穿合身，有的人喜欢穿比较宽松的。对，那我们会觉得来这边挑，其实都可以找到符合我们的品项这样子。当然，经过疫情影响，服装业者除了配合百货促销来拼振兴三倍券的商机，家己嘛推出买五千送五百的加码，用个人的人文气质来持续抢占消费者的心。台湾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名30岁邓先生，因为严重的车祸，造成脚踝的关节脱臼，合并症后的十字韧带和内外边的韧带拢断去。安南病院骨科医师方启荣表示，脚踝关节的脱臼是真少看的创伤，一般拢是车祸活力来造成。加上邓先生佮合并4条韧带拢断去，病况会用讲是真罕见。经过病院外伤处理团队一阶段进行共病的韧带重建手术，让邓先生在一个月内就能开始做复健，并且稍稍恢复脚踝关节和韧带的正常功能。手术前那个医生们跟我讲的，说我脱臼，然后4条韧带全断，大腿骨骨折，然后小腿也有一点骨折这样，然后就是。手术那个时候风险说可能会截肢啊，但是之后手术非常成功，很谢谢医生。我们关节其实有4条主要的韧带了，那可以造成脱臼，代表它韧带几乎都要全部断光才可以。那它的手术的方式我会比较复杂。那其实在这个手术的方式上面，很多人都会采取阶段性治疗，或甚至需要拿我们另外一只它好的那只脚的韧带来去一个补足。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延长很多病人后续一个复健的时间哦。那当然，跟病人讨论完之后，我们后来就决定一次把它处理完。那我们就让病人比较快的一个可以做恢复到日常生活的一个复健的动作这样子。医师强调，像邓先生这么严重的创伤，合并侪条的韧带断去，通常拢是需要对另外一只脚来起支架，而且要分阶段来重建。不过透过一阶段共其脚的韧带重建，不但会用缩短疗程，而且对病人的手术后的复健也真有帮助。目前邓先生不但行走无问题，而且佫用爬楼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人的体温是检测免疫力上简单的方法，
正常人的体温是36.5到37度，每降一度，免疫力大约就降低30%。国综合病院营养科组长郭嘉玲表示，其实姜是药食同源上好的代表。如果民众的体温偏低，会用用姜来暖胃，而且佫用祛湿散热，帮助代谢。姜它是最主要功能就是会暖胃，然后刺激这个胃的蠕动，让我们的食物可以往下推，然后很顺利的产生能量。那这个能量很顺利的可以散布传输到四肢去，然后四肢就会温暖起来，这样子四肢得到足够的能量，那就会温度就会提高一点，所以就是说姜就是有这个作用，温暖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那当然我们身体温暖了哈，那温暖的身体之后呢，那我们的免疫功能哈，整个免疫机制会处于在一个比较正常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就会对我们身体有一层保护的这个作用。姜除了温暖身体、维持正常的免疫力以外，另外因为姜会增加凝血的时间，因此袂用甲抗凝血剂同齐来服用。另外，如果体质较虚，或者是内热较重的人，嘛较无适合来使用。台南新闻林根张硕伟采访报道。炎症的患者除了受到炎症的症状影响以外，也有化疗的副作用，加上心内的压力，都有可能出现其他的症状，像睡眠不好等。市立病院中医部就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中医配合西医的协同治疗，透过中医的帮助，让患者可以更加顺利来对抗炎症。中医在治疗我们这个癌症的做辅助治疗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会根据不同的癌别好来做分析哈。那理论上来说呢，如果是跟荷尔蒙相关的中这癌症哈，我们在治疗上呢会倾向于说，第一个我们会看他有没有在使用一些抗荷尔蒙的西药，好，那另外会评估一下他有没有使用这些西药之后造成的一些副作用，好，另外会根据他的一些不同的期程，好。接受了什么样的西医治疗？好，如果他今天只是在追踪期，在那个治疗之后的追踪期，我们主要的重点在于避免他的复发，所以良好的生活习惯的卫教，就会是重点。那中医的部分呢，也可以主要是以控制相关临床症状的药为主，好，让他的生活品质改善。但如果呢，他今天是在治疗中，在化疗或是电疗治疗中，主要会以调理它的相关的副作用为主。好，那这些副作用呢，可能会包括恶心、呕吐啦，包括血球下降等等。那这些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临床情况，就是患者的症状呢来做治疗。这样，中医的部分也不是只介入他癌症相关的症状。好，如果他今天睡眠障碍，或者说本来就有鼻子过敏，本来就有一些肠胃症状，这个其实中医都有很好的介入的方法，可以改善他的生活品质。这样子。医师也提醒民众，健保目前伫中医的部分有炎症患者加强照护整合方案，针对炎症的朋友提供完整的中医评估甲治疗。同时，医师也强调，卖使用来路不明的偏方，爱遵守医生的治疗方法。但新闻广播已采访不到。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咱明仔日同一时间再会。